台中荣总生殖医学中心除了为备孕夫妻提供专业的生育咨询、不孕症评估、检查、诊断，并且持续透过科学研究成果结合临床实务经验，提供先进的治疗及辅助生殖科技术，包括自然同房、人工受孕、试管婴儿中的体外受精，也就是俗称的 IVF、 单一精虫注射 ICSI 以及胚胎着床前基因诊断、生育保存的冷冻卵子以及冷冻精子、实验室中胚胎培养恒温箱、胚胎缩时摄影系统，让胚胎可以在最合适的环境中发育。而经验丰富的胚胎师拥有成熟的胚胎切片技术，可以执行胚胎着床前染色体筛检、胚胎着床前单基因异常诊断，筛检良好的胚胎或降低基因遗传的缺陷。在胚胎冷冻技术上，我们使用玻璃化冷冻技术，降低细胞的破坏，提升卵子与胚胎冷冻保存的成功率。在胚胎植入前的雷射辅助孵化作业也有助于提高着床的成功率。针对男性不孕症的检查，我们除了常见的精子活动力形态学检查外，还有精虫 DNA 碎片的检测。而面对困难案例，我们也跟泌尿外科携手合作，由泌尿外科医生执行腹高切取精术与睾丸切片取精术，生殖中心实验室接手从切片细胞中寻找精虫，并进行单一精虫显微注射，提供无精症夫妻怀孕的机会。生殖实验室执行的项目非常繁琐，为了确保过程中的安全，除了基本的手术室病人辨识方式外，我们并且引进了针对生殖实验室设计的智能核对辨识系统，从取卵、精卵冷冻、胚胎培养、胚胎冷冻，直到胚胎植入，层层把关，核对夫妻双方资料，并且双重辨识，增加疗程中的辨识安全。台中荣总生殖医学中心提供全面的诊断和个别化的治疗计划，帮助代孕夫妻实现拥有健康家庭的梦想。不论你们正面临怎样艰困的挑战，都有专业的团队支持你们，让我们一同感受迎接新生命的喜乐。